上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长老发育》。就是昨天卡特日姆吉根曼他没有废话说的，他所讲的就是开始真实明镜，叫圣妙吉祥真实明镜。真实明镜常常很少，他弟子所念那个就是真实明镜，他念完了都是诵，不是诵，他念是一直藏文的了，咱们汉文的有真实明镜，说这是密宗的教典，教典。妙吉祥菩萨就是过，就是那文殊师利，文殊师利，他加个圣，圣妙吉祥。那圣妙吉祥菩萨所在的这个五台山。一叫清凉宝山，黄金成就的，遍地一到这个季节，遍地的满山都是黄花，黄花佛，表现一种金黄色儿。那些地上的菩萨，看着五台山，金色世界，黄金成就的。有一万菩萨每天昼夜不停地舀清凉。我们打个千圣斋，四千多人感觉很多了，要一万个菩萨该好多。我们见到了吗？另外说，你所见到的哪个不是文殊师利啊？都是妙吉祥菩萨所示现的，一山一石一草一木，你做入室观吧，都是妙吉祥菩萨。真实明经讲，文殊大智，般若一空，纯粹是般若的密意。咱们金刚经讲是显义，真实明镜是密义，有很多咒，他昨天念了很多咒，意思就是加持，加持，加持么？与会的大众消灾免难，把这个所有的过去的许愿，所现的境界，把它转为清净智慧。般若的妙字，应该说五台山的依报是文殊师利菩萨的依报。为什么我们到金色世界里头看见还是石头啊？在我们在那儿修这个打千圣斋修铺砖的时候，我就想每一块砖都是金砖，把它转为接黄金为地嘛，金砖铺的，真是金砖，大家拿不动，铺的没那么快，那好重啊。一切法就是意念，意念，遇到什么境界，看你的惯例如何，你怎么想的。现在我们这几百人个个想的不同，因为在这医报上啊，
不可能怎么讲。说我们这个房子我们把它怎么讲啊，看见房子啊，这房子有一个玻璃灯啊，啊，有一个水泥啊，刷上粉了，刷上什么这个。很简单吧。但是它怎么成就的，怎么建立的，怎么设想的。所以这上讲，咱们讲华藏世界也如是啊。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是当初毗卢遮那佛他怎么发愿的，他怎么发心的，他这发心怎么做的，现在没讲究去讲他的发心，因为他的怎么发心才有这个华藏世界这个形式的不同。但我们愿因之果，我们现在是讲的华藏世界怎么成就的，这是毗卢遮那，这个境界他怎么形成，我们是没办法说的，是普贤菩萨说的。这个华藏世界的成就是普贤菩萨讲的。所以普贤菩萨在这个偈颂说得很清楚，说你看的如何是随你的业，这个世界是光明的，是骗住的，光明没有实体的啊，能够骗住一切处是因为说形容它是空的，空的，空的就是性体上是空的。因为毗卢遮那的因修成的，像这毗卢遮那世界上这些诸大菩萨的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就是性空由缘起而建立的，建立的。但是呢，他感召的是风力呀、最底下是风力把它持的，咱们前头讲了怎么持的，风没有实体的，而风的力量可特别大。四大种风是在底下持的，因为风力持，风轮上的是火轮，火轮上的是水轮，水轮上的才是地轮，风力无动摇，无动摇，就是它装底下支持的力量。所以地表上所有的都是佛藏摩尼普遍严实庄严的，因为佛在因地修行时候他的愿力是清净的，说感这个华藏世界的果德也是清净的。这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摩尼宝妙庄严所严实的，怎么有这些个庄严品呢？佛的愿力故，往昔毗卢遮那的愿力而成就的。这个愿力没有实体的，咱发个愿说想要做个什么，这是愿力啊，是空的。但你愿力所成就的东西，以空成就的现象，空成的现象是缘起的，缘起还是它的体是什么呢？体是空的，说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就这个含义了。越是虚的东西力量越大，咱们的认识啊，因为空的就是没有了，就没有力量了，就是这是错误的。你发的愿，你心里所想的没有实体的，但是它能支持你这个肉体，你发了什么愿，你让你这个身体做什么，你身体就听你心里的指挥啊，
它随你愿力去做的，随你想象去做的。华藏寺的成就也如是。说这些个种种庄严海是坚固的，坚固的。那么光像云一样的满十方，就是把这个庄严海呀、是遍满的了。在这个世界内还有些个菩萨跟佛学习的菩萨，就是佛毗卢遮那的弟子，但是这是亲子常在佛身边的这些菩萨数字呢像云那么多，能够在这个世界处处的都去化度众生，就像那个佛的光明遍照什么，遍照这个世界的十方。光焰成轮妙华寺，法界周流没不遍，一切宝宗放净光，其光普照众生海，十方国度皆周遍，显令出苦向菩提，宝宗佛树等众生，宝宗现的诸佛呀，跟众生树相等的，从其毛孔出化形，每一个毛孔都是佛的化身，化的形象。梵主、帝释、轮王等，还有周围护法呀，那些护法，梵王天的天王啊，毗湿天天王啊，人间的轮王啊，还有一切闻法的众生，还有诸佛占座，光中所化现的像法界那么多，法界没得界限的，是心意念所成就的。对，光中演说诸佛名，光中说法，种种方便是调伏，所说的法呀，有调伏众生的烦恼，现了无穷无尽的方便法，这每一个众生说的法都不同。如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他解释的不同，佛说的法是一因，没有差别。每个众生心里都无量的欢喜，应和众生，没有尽的，无尽的说佛说法的含义啊，是无尽意，也对着一切众生，众生无尽故，佛说法也是无尽的。华藏世界所有尘，亦以尘中见法界。宝光现佛入云际，入此世如来力刹自在。佛的佛度，佛所的依傍是自在的。凡是华藏世界所有一个微尘，举一微尘，就是全体的法界。法呢是心，界的是界限，界由是升起意，界升起诸法，说心生一些诸法，心生的诸法没得界限的。这个道理深的咱不知道，或者不能理解。你想想你的这个妄心吧，每天想很多的妄想啊，这个妄想跟妄想里头有界限吗？你今天想家了，